巅峰做101.7。孙俪身价破亿，现年35岁的内地女星孙俪，近年凭内地剧《后宫甄选传》《芈月传》及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，获封为内地收视女王。早于2014年诞下女儿后，以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申请来港定居的她，日前协助聚集人气，来港出席商业活动，于机场大晒亲民，不时与传媒闲谈。逗留仅一晚的她，第二日头戴冷帽口罩，肩包湿胭脂，与助手低调现身机场，赶返上海。手持香港身份证的她，即不向闸口方向进发，再加上全程低头讲电话，未有引起途人注意。后米吉内三套剧令孙俪名利双收，更为她带来2亿港元巨酬，难怪她近年频频买砖头，先后在北京及上海买下四幢物业，每间屋都值过千万，认真家底丰厚。曾举接角色导演力劝无限罪，近买入那剧于 MyTV Super 播放后，近日已安排于翡翠台播出。此剧乃孙俪事业巅峰之作，网上累计点击率更超过100亿。剧情讲述孙俪演的周莹，由一个卖艺为生的女子蕊变成为女首富的传奇故事。孙俪于共74集的戏份内由头带到尾，角色情绪高低拿捏准确，与丈夫何润东及情人陈小坚的感情戏更是令人伤感连。不过该剧的成功，除孙俪精湛演技外，这名导演丁辉亦居功不少。14年前孙俪的成名作《月观音》便是由丁辉执导，但今次在合作，孙俪起初却因不想触及大地主成长史为由，加上导演出名要求严格，故曾把剧本放作一旁剧演。及后丁辉主动致电，结果孙俪前后看了三次，终被角色周莹吸引而答应演出，才不至于与该剧失之交臂。虽然拍摄期间孙俪晚晚因压力大发噩梦要求医，但最终亦咬紧牙关挨过来。剧集好评如潮，身为主角的孙俪片酬当然亦有调整，早前更有片商开出1元天价，力邀他拍电影，成为内地最高片酬电视女星。凑被减产，贵精不贵多。作为两个小朋友母亲的孙俪，近年把工作与家庭时间平均分配，一年仅空出4-5个月工作，其余时间便集中照顾家庭。虽然产量不多，但仍摘下不少奖项，如《后宫甄选传》便获得多个电视节的最佳女演员，更入围第41届国际艾美奖最佳女演员，而《辣妈正传》及《芈月传》则夺得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最佳女演员。英采儿2017年还想怀孕，陈小春在一旁被吓到瞪眼害羞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英采儿和陈小春结婚7年多，儿子小小春近日在《爸爸去哪儿》的乖巧懂事，让人看见夫妻俩的教育理念，意外备受推崇。除此之外，小雅口始终如一的甜蜜互动更是令人称羡。23日一起接受专访时，他不但调皮模仿小泡芙说话，还松口承认今年最想实现的愿望就是怀孕。老公听到一时吓到瞪大眼睛。陈小春和英采儿23日一起参加活动，在后台受访时突然传来一个类似小孩子的声音猛问，我们的 Jasper 呢？他表示小小春上学去了，话锋一转，意外发现这个声音很像他宠爱的小泡芙的声音。此时英采儿在一旁听了，便有点吃醋地问，所以你喜欢女生讲话像小泡芙罗？我一直以为你不喜欢那种女的，
原来你到头来还是喜欢。一边说还一边学小泡芙用奶音说话。陈小春连忙安抚他，小孩子这么说话当然可以，但如果到了18岁、20岁还这样，他就比较无法接受了。接着，英采儿和陈小春接受快问快答时，被问到虽然今年只剩下不到两个月，但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时，他想了想说，怀孕。先是吓得老公瞪大眼睛，下秒又害羞笑说，加油。换老公被问到同样问题，他也照答，加油。逗得他在一旁哈哈大笑。分享赞。一相关阅读黄晓明户外锻炼视频曝光，感慨岁数再大点就去拍大手。来源北青网，11月23日，著名演员黄晓明上传了一则视频，并称找到了大爷大妈户外健身的感觉，等岁数再大点就一起拍大树去。黄晓明进行力量练习视频中，黄晓明一身黑衣在户外练习上肢力量锻炼，身姿矫健灵活。练习完毕后，他弯下腰，看样子还是累得不轻。粉丝看了纷纷说道，厉害了我弟哥，拍大树不是应该用后背去撞大树吗？分享赞。相关阅读嫁绍一夫20年膝下无子，方丽华145亿遗产去向曝光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影视大亨邵逸夫妻子方丽华日前病逝，享受83岁。他与3年前过世的邵逸夫相爱60年，20年前才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，膝下无子，是方逸华于38亿港币（约145亿台币）遗产的去向格外受到瞩目。港媒报道，方丽华生前除了十分照顾两个妹妹，替家人买入许多不动产外，也有意将剩下的遗产加入往复的慈善基金会，继续传爱的社会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自从3年前邵逸夫过世后，方丽华便接任邵逸夫慈善基金会主席，而邵逸夫超过200亿港币（约800亿台币）的一半遗产已投入基金会供营运。近年来，方丽华也开始着手遗产分配，有意将自己的资金也投入基金会，盼身后能与亡夫持续行善做公益。除了慈善事业外，方逸华先前也十分照顾两个妹妹，在香港各地购入豪宅供家人居住，并登记在3个姐妹名下，不论是对外人或家人都是照顾有加。传闻方逸华名下至少有超过20处房产，总价值超过33亿港币，约123亿台币。稍早有香港媒体报道，方逸华的告别式已确定于本月29日、30日于香港殡仪馆举行，仅让家人与至亲参与，贯彻方逸华生前的低调风格。而 TVB 已初步决定将于12月初筹办方逸华追思会，地点选在将军澳邵氏影城，但确切消息有待家人与电视台正式公布。分享赞。相关阅读